上了。会稍微绕点路，不过理论上走这就能前往你们父亲所在的地方。知道了。还有力，原来你能战斗啊。我有在训练呢，别小看我，我可不是普通的情报贩子。话吧，讨厌。有力在，很让人安心呢。但你联络一下会怎样？我也有很多事要做啊。你不是单独行动吗？是这样没错，像是设法让援助物资不要断货。总之，很多事情嘛。这家伙干脆省略了。Huh?
姐姐，快看那里，有熊玩偶。好饿，那团棉絮跟垃圾有什么两样？真可爱。哇，什么呀？你认真的吗？姐姐就喜欢那种奇怪的东西。啊，你也说那个奇怪？你和姐姐明明合作这么久，却一点都不了解他们。小笑态度变得真快耶，一点都不像传了那种叛逆简讯的人。你刚说什么？栗子，别帮我的名字加赘字。这句话我原封不动的还你，超级可爱。熊玩偶也没差吧？对呀，反正没人看到。你们太自作主张了，熊熊喜欢这里啦，我怎么能随便移动？彻底陷进去了，陷入自己的世界了。来吧。我从刚才就很在意，熊吗？不是，这个巨大足迹，就人类而言实在太大了。哇，彩，之前不是打倒了吗？家伙是怎样？应该在找到笑之前就打倒了才对。大概已经成长到不需要管子就能活下去了。退下！抱歉，我没有这种形态的情报。就算没有情报，只要一只派，实在的话吧。喂，别大意了。
特别是那异常的速度，是应该不单纯的。我不会重蹈覆辙。
说起来，这个狮灵是不是和其他的不同，会成长啊？即便是狮灵化的人类婴儿，也没见过变得如此巨大的。要是有好几个就完了。唉，真是的。接下来，只要直直往前走，就能前往你们父亲去的地方。知道了，丽，你来过这里？退下。没有。为什么这么清楚？我把地图记在脑海里了。你是怪物吗？你们感情也太好了。悠哉的熊先生来到动物园，不错哎。狮灵这么多，动物园早就被毁了吧？悠哉这个词听起来很惬意，不过如果熊狮灵化，应该超狂暴，说不定等一下就出现了哦。怎么可能？又不是幽灵。
商场？难道跑去购物了？不，爸爸肯定进了这里。原来如此，这个痕迹啊。走吧。找到了，爸爸！消失了。那不祥的空间到底是什么？我曾看过，应该是那女人。伊娃的力量。是哦，既然是前部下，这情报的可信度相当高呢。干掉你！哇、哦，真是恐怖！丽，别捉弄他了，只要往前走，肯定就能见到爸爸。这里以前可能是避难场所，四面金钟。是哦，我小时候就跟着爸爸离家，
几乎没有和妈妈一起的记忆。那，哎，你不知道，其实曾和爸爸一起奋战，是个扑杀性专家吗？你说妈妈？后来好像因为脚受伤而……我完全不知道。吵死了！站一队，滚开！混账狗狗！
总觉得听到野兽的声音。上面，熊，是因为小笑的那番话才出现的吧？怪我咯，让开！还有，别叫我小笑。是不是街上那张海报上的熊啊？一点也不悠哉。失灵化后，就只剩下吞食生者血肉的欲望了。从妈妈那里继承的招式，春流扑杀术，干掉你！总觉得小笑的战斗方式非常残忍呐、啊。那是妈妈的，来呀！
是妈妈传给笑的吧。我应该有命令你在接触龙之前就先杀掉彩和笑才对。这些垃圾少来碍事。妈妈会扑杀术已经够让人惊讶了，没想到笑还继承了下来。但妈妈觉得我还不成气候，妈妈意外的热衷于教育呢。说起你为什么现在才用？我本来打算学会之后在实战中用，但是妈妈先一步离开了。笑已经拥有够多我和爸爸没有的才能了，身为姐姐我感到很骄傲。姐姐不断冒出来，斩杀。小笑你呀、啊、怎样了？之前明明是伊娃的部下，现在还好意思一副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，根本是仗着彩温柔得寸进尺吧。这点我当然知道。我知道自己是仗着姐姐温柔。
被困在这种地方实在很不舒服哎。开始传出臭味了，还有一堆恶心的家伙，如何？管他，饶了我吧！如何？赶快打倒！通过这里。解决了员工专用区域啊，往前走应该会看到员工电梯或是货梯才对。总之看来不在这一层，去别层楼看看吧。也对啊，交给我吧。
敢等我吗？是。找到电梯了，笑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这么问？你从刚刚就很焦躁，该不会丽跟你说了什么吧？哎，别说那种会让人误会的话了。姐姐，我可以待在姐姐身边吗？什么啊？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抱歉，没什么。快点，去上面吧。好了，走吧。哦。笑不太对劲，姐姐振作点。妹妹不对劲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做？无视或者揍她吧。你这姐姐真过分。笑，这些狗真有精神。你找死啊！对不起，交给我吧，姐姐。小少该不会想去找亲爱的妈妈，急着赴死的？姐姐，我之前想杀了姐姐，姐姐不但没杀我，还救了我。姐姐为什么愿意为我做到这个地步？问我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家人吧。就只是这样，家人就是这样，至少我是这么觉得。
娃的诅咒已经解除，校园主动表示要一起战斗，对我来说这样就够了。彩真是天真，诅咒一点也不具体，谁知道会不会突然又复发。不用在意那些了，我就只有这么一个可爱的妹妹，爸爸传授的力量，不宠她要宠谁？特别是在还活着的时候。毕竟您太好了吧。怎么了？可没事，谢谢你姐姐。什么家人，什么可爱的妹妹。这些家伙实在有够缠人，真希望能在噬灵化前遇见这些狗狗。姐姐的意图有够明显。好了好了，好，
接招，在那里接招，滚开，让开，如何？这样就能去其他楼层了吧？丽，嗯，我要和姐姐一起战斗，一起战斗，然后帮忙姐姐。而且，我还没完全相信你。是哦，这样也不错啊。千万别大意了哦，真讨人厌。喂，快过来。知道了。这部电梯似乎通往地下。踩你这个机械白痴，会不会又按错？不会按错了。姐姐是机械白痴吗？我才不是，我会用手机啊。那是137号，他身旁的是目标彩和笑。为什么不马上杀掉他们？目标近在眼前，137号违背了主人的命令，此举视同放弃任务，应对137号予以毁灭。毁灭为适当判断。即将毁灭137号。好，该我上了。等你很久了，彩。你是？竟敢把大姐，我要打倒你，用你的心脏复活大姐。姐姐，这里交给我。姐姐，笑。我知道了。搞什么啊你？人无法死而复生，无论被留下的人有多寂寞，都只能设法克服。真羡慕你有姐姐。你和不久之前的我一样。
我非常了解你的孤独，所以我也杀了你姐姐吧。我没有要找你，让我杀了那个可恶的女人。不会让你得逞的，我会阻止你。什么？原来一直在那。要一直跟姐姐好好相处哦。那是怎样？笑，已经顺利和自己做出了断了。了断呢？那道墙和爸爸走进去的一样，是不是在呼唤我们？这倒省了找他的功夫。抱歉，我突然有其他事。丽，怎么了？走吧，姐姐。等等，笑。没事啦，我会马上追上你们。哦，知道了。走了吧。唉，分明是为死而生的垃圾，还死得跟人类一样。说这些也没用，为了彩，我要借用你的身体了。怎么已经来了？
太快了，真讨厌。没用的丫头，终究只是附身啊！啊，你很慢呢，龙。你没办法杀掉现在的我哦。弱者呀，不管你吞掉多少祭血心脏，获得怎样的力量，都只是借来的。为了保护重要事物不择手段这一点，你不也一样吗？看到心爱的女儿们互相厮杀，感觉如何？我马上让你去和春相会。爸爸，姐姐，怎么了？总觉得心神不宁。接着
来吧。绝中道具增加了，看来丽友在工作呢。吵死了！
看我干掉你，退下！看我干掉你，退下！这里也有伊娃的墙，这里是伊娃的城池啊！看来想离开，就只能收拾掉失灵了。接着如何？接着如何？嘿呵呀！嘿呵呀！嘿呀！嘿，吵死了！退下！吵死了！滚开！
见到爸爸之后，接着我想为至今的所有事道歉。虽然并不是道歉就能获得原谅，爸爸不会恨笑的，他无法原谅的是他有他分工游戏的伊娃。站住！爸爸的时间应该不多了，自从妈妈遇害，他便在反复的失控中奋战，精神力严重耗损。之前碰面时他甚至不认得我，怎么爸爸斩杀其实我一直想告诉彩一件事，彩和笑交手的时候，我认为最后势必有一方得将对方置于死地，结果实际上你们都活下来了，这让我非常感动。彩创造出了第三种选择啊，原来命运能因为自己的行动而改变到这种地步。于是我便想，搞不好我也能靠行动改变自己烂透的命运。所以，我也要像彩一样改变自己的命运。等等我，我马上和你们会合。
这个这个。强了吧，这应该很适合姐姐。上了。丽，怪怪的，他不是一直都这样吗？说是这么说了，但确实不太对劲。希望只是我杞人忧天。吵死了！快
墙壁似乎打开了，看来只要打倒失灵就会开了。上台！接着！
有谁来了？这些家伙，丽，怎么有这么多个？停！发现季血族的惨害像，立刻进行处理。遗体将用于祭血族研究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但至少能确定，应该不是丽。丽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一直没说。其实有非常多个矿，他们都是组织制作出来的。组织？组织？用于祭血族的仪式实验，或是测试失联兵器。因为无聊至极的云就被制作出来，既然你要说，那无论谁去，都一样吧。可是，我也能亲手改变这烂透的命运，我会改变的。只要有一个我，就够了，不需要其他的。他们爱你，都是会抑制你。他刚说的。够了，丽，到底在想什么？想到力是复制人，有股强大的气势。还有效，你们来了。拜托，动手，杀了我。为什么？已经到极限了，杀了我爸。
已经不是爸爸了吗？在这里，好不容易才碰面。在那里。这是是男的被婴儿。滚开！在那里。退下。斩杀！在这里。
吵死了！混账失礼，让我把你解开！这是爸爸传授的力量。教你，你却变得如此强大，想来妈妈肯定明白你的实力。猜我的刀其实有名字，名字是用你们的名字取的，自你们出生后独自战斗时，我总非常不安，我一直很宝贝那两把刀，可是对女儿刀刃相向的父亲没资格拿那两把刀。爸爸为什么要自己奋战到这种地步？我只不过是想树立身为父亲的形象啊。妈妈好像来接我了。不要！祭血是受诅咒的一族，不能存在于世上的一族，得彻底解决伊娃还有利用祭血的那些家伙，否则还会有人难过。猜小为无力战斗的人使用祭血之力。对不起，我到最后我们走，笑，去完成爸爸的使命。嗯，
吵死了！退下，交给我吧。龙死了吗？到最后都敌不过我呢。男性祭血族这种生物一旦失控就再也无法恢复。说起来竟然能若无其事的和彩待在一起啊，小笑，都是你害的。彻底上钩，你还真是蠢。闭嘴！我当时非常弱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才会相信你的胡言乱语。我绝对要，我绝对要杀爆你！我必须活下去，吞掉你们的心脏！我要砍了你，为父母报仇！为什么要杀我？啊、为了替在母亲死后差点连自己女儿都杀掉的愚蠢父亲报仇吗？死吧！实在有够愚蠢！愚蠢！或许确实是这样，但我不认为爸爸愚蠢。爸爸为了真心所爱之人付出性命，小姑娘不断战斗，我以他为荣。为了这种无聊的伤感，把自己的人生投注于战斗之中吗？就算因祭血的命运失去理智，我们也会为了重要的人，无畏战斗之人奋战。血族的心脏而变强，结果也就这点本事。借来的终究是借来的，怎么可能敌得过我们？可恶的小丫头，死在这里吧！小姑娘，死吧！
用这招来结束一切。太厉害了，宰了你！宰了你！吵死了！我还不能死，真失望。哎，这场闹剧你们到底要奉陪到什么时候？我啊，不断不断地杀掉组织的那些混账，等回过神来便发现自己杀掉了所有人，于是我变成了唯一。这样一来，世上总算只有一个我了，可是为什么还是觉得少了些什么？我想像你一样，不对，我想变成你。滚在石里！
的还是非常讨厌你。这还用你说？看我把你接住！我也超讨厌你的。相处过程中我觉得很讶异，才会问我喜欢些什么又讨厌些什么，会想了解我。我现在才注意到，快点
招来结束一切。来呀、啊！彩，你实在很强，非常帅气，我好想变成你。丽，你就是你啊。你们感情要一直这么好哦，妈妈、爸爸，要守护我们哦。好了，走吧，笑。嗯。我是彩，继承了父亲的刀。我是笑，继承了母亲的招式。从来只有战斗的人生有了巨大的转变，为了无力战斗的人们使用祭血之力，还有笑便是我奋战的理由。我有个姐姐，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她是世界上最相信我的人，我不想再失去这么重要的人了。爸爸妈妈，我们今后也会继续战斗。
以后该怎么掌握食材？姐姐平常都吃些什么？都是拜托丽帮我张罗调理包。姐姐，只要弄得到食材，我就能做。怎么，莫非你会做菜？哦，简单的菜色了。你想吃什么？好厉害！我想想哦，想吃意大利面、欧姆蛋包饭。咖喱的话，想吃绿咖喱。咦，最好还有松饼当甜点。吃得下这么多吗？现在的话可以。我平常就很能吃啦。这样啊，真想快点大展身手。好哎，那就出发张罗食材吧。好，姐姐。安全牌吧，感觉不好对付呢。我会以最强为目标，真兴奋。我会以最强为目标，
颜色也不错，身上最好不要沾到血，适合我吗？身上最好不要沾到血。这款我也喜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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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款我也喜欢。我要上了。我把你切成两半，滚开，让开，如何？在那里，混账，垃圾，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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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咬，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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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咬。如何？死吧！
如何？滚开！让开！死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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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